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备胎新主义》，我是主持人小丽。麻婆豆腐呢，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传统川菜，我知道也是好多人的最爱。这道菜的主要原料是健康又便宜的豆腐，它的特色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：麻、辣、烫、香、酥、嫩、鲜、活。如果能做到以上几点，你就得到麻婆豆腐的真传了。好了，马上进入今天的终极厨艺第二集，麻婆豆腐。首先我们看制作这道菜需要哪些原料。卤水豆腐一块，大概八两左右，牛肉馅、姜、葱、青蒜、花椒面、辣椒面、郫县豆瓣、豆豉、花椒油、辣椒红油、芝麻香油和水淀粉。另外我们还需要盐和鸡精来调味。那我们先来处理一下这道菜的主要原料，这块卤水豆腐。我们在采购豆腐的时候呢，不管它是质地粗糙一点的或者细腻一点的都没关系，但是不要选用内酯豆腐，要把它切成大概是这么一块1.5公分见方的小方丁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需要把切好的豆腐放在煮锅里面过一下水，这个水要大沸腾之后要保持大火。我们在煮的同时呢，还要放一些盐，目的呢是为了去除一些豆腥味儿。另外在炒的时候，这个豆腐不容易被剥碎变散，就这样就可以了，大概需要1-2分钟的时间。当这个煮锅的水准备沸腾的时候，我们把豆腐捞出来，这就表示豆腐煮好了。煮完的豆腐呢，好像显得更嫩了一点，而且这个形状就固定了。然后我们把它沥干水分放在旁边备用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需要处理一下其他的调味料。先把这个蒜苗切碎，这个蒜苗各地的叫法不同，有的地方叫青蒜，有的地方叫大蒜。在川菜里面用到蒜苗的机会比较多，大家熟悉的回锅肉就是蒜苗直接切成段，跟五花肉一起炒的，切这么多就可以了。然后处理大蒜，大蒜需要切成蒜碎，专业的叫蒜米。这蒜要切得特别碎，但是又不能用压蒜器，就是因为压蒜器出的是蒜泥，它的水分就会流失了，我们就把它用刀切成这种小碎末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下面再处理这个姜，切的跟刚才那个蒜粒差不多大小就行了。那这样呢，姜米和蒜米就处理好了，它们是用来一会儿在炒豆腐之前呢先呛一下锅，让那个香味更加的浓郁。另外比较重要的是，我们需要把豆豉和郫县豆瓣也处理一下，就是把它切碎。豆豉呢大家都很熟悉了，如果想做正宗的麻婆豆腐，我们最好选用四川的坨坨豆豉，把它切得比较碎就行。这就是非常出名的郫县豆瓣酱，切得尽量碎一点就行了，这香味已经出来了。好了，这样原料就处理好了。下面我们就起炒锅，先把这个肉馅儿煸一下，油要稍微的厚一点。然后我们选用了牛肉馅儿，因为牛肉馅儿做这道菜呢，口感会比较有韧性，不柴。猪肉馅儿呢就效果差一些，要把这个肉馅儿拨散。差不多变色之后呢，我们先煸香这个刚才切好的蒜米和姜米，把肉可以拨在旁边。还有刚才切好的豆豉，火一定要小一点，用温火来煸炒它。这个香味呢已经出来了，是这个油炒蒜和豆豉的香味。差不多熟透以后呢，把火稍微改大一点，炒郫县豆瓣酱切碎的，把这个红油煸出来。这时候再放辣椒面，这个辣椒面呢，注意不要选择那种特别特别细的辣椒粉，要用这种有点粗度的辣椒面。然后一起煸出红油，差不多炒到这个所有的调味料都已经融在一起，而且香味非常的浓郁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刚才焯过水的控干水分的豆腐放进来了。大家看到这个过水的豆腐呢就不容易碎掉，就沿锅边加一些这个热的清水，这个时间可以稍微的长一点，让那个豆腐把那个味道慢慢的吸进去。感觉这个汁收浓之后呢，需要接着放其他的调料。我们依次可以放入花椒油，再放入辣椒红油，再放入芝麻香油。这时候大家一定注意火是很小的火，因为那个这些油不能加热的时间
太长，火力太大。下面一个比较关键的一步就是勾芡，这个芡汁不用特别的浓，关键是要分两步把它勾芡成功。第一遍汁呢，上有薄薄的芡汁呢包裹着两块豆腐先，然后再来一次。第二次芡汁呢是让整个的汤变得浓郁收紧，这时候呢我们可以调入最后的这个鸡心，再把这个刚才切好的青蒜末放进去，这样就可以关火了。我们赶紧趁热把这个豆腐盛到盘子里面，要稍微讲究一下造型。然后比较关键的一步就是花椒面，这个花椒面呢我们要选用四川汉源出的红花椒，把它磨成的花椒面，然后最后再撒这个花椒面。然后为了装饰呢，我们可以再放一些刚才那个青蒜的碎就行。那这道菜撒上花椒粉和青蒜就算是结束了，非常正宗的一道麻婆豆腐。回顾这道菜呢，其实除了原料比较复杂之外，做法还是很简单的，有四点。第一点是要用卤水豆腐，而且一定要过水。第二点就是一定要用牛肉馅儿，不要用猪肉馅儿。第三点就是各种原料要选用很正宗的原产地的原料。第四点呢，就是要分两次勾芡，你记住了吗？有了成功制作麻婆豆腐的经验以后，大家还可以尝试制作其他的麻婆类菜肴，比如麻婆虾。麻婆虾的烹制方法和麻婆豆腐基本相同，需要用玉子豆腐煎过，用来铺盘底，把虾仁去虾线，并且腌制一下。另外，把青蒜也换成香葱就可以了。这次的麻婆菜肴就教到这里，下次我教做一道清淡的菜肴——清蒸鱼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。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，欢迎登录备胎厨房或者我个人的微博给我们留言。好了，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